这个是它的侧面啊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侧面里面到底是什么，这个太热了，今天热炸了。昨天呢冷，今天他妈热。哎，看到一个乞丐大哥，这是睡觉呢，凳子给他放大一下，他的鼾声如雷呀、啊。这面是一个超市吗？还是一个什么餐馆呢？啊，不知道，先进去看一下吧。这边还有晒太阳的椅子。哎呀天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，终于进来了，终于进来了。呼，哎呀，让我们进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吧。哟，日本人，这怎么还奥斯卡呢？这么屌，这是个电影院呢，可能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是一个剧院。看看剧吧，多少钱一张票？